开，没有做成意。即将停靠到第二站，第二站在我们的船头正前方，这是我们的爱国园站。那稍说一下，我们即将呢接了几位来宾后，就开始我们的航程。真的不要换位置，我们认识坐在一起啊，认识坐在一起，不要分开坐。我们还有其他来宾可能会客满哦，谢谢各位的配合。下一站仁爱公园站，那么哪里登船，哪里下船？那所以待会呢，各位来宾啊，不要下船哦。那么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这个航程，所以呢，请各位来宾坐在位置上，各位的配合。哎，你无讲啊，你对唔？啊，啊，多200啊。好，这里是仁爱站，我们还有几个乘客，顺便接他们就准备出发了。叫仁爱国园站，那么各位来宾呢，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各位的搭乘。那我们呢，这艘船今天几点注意事项呢？希望各位来宾遵守。这艘船属于公共场所，不可以抽烟啊，这个呢，这个不站立，而且呢不喧哗，而且呢你们椅子下方救生衣都在椅子下方的规矩。那么呢啊，这个呢不穿着，我们就好好的享受爱的风光啊，谢谢你们的配合。那么呢，介绍各位来宾目前所搭乘这条船呢，叫什么船？叫什么船？爱之船吗？不是哈，我们这艘不是爱之船，这叫太阳能电动船，那是我们的第一名爱之船，2008年开始就已经在爱河行驶。正前方那些小船就是爱之船。那么现在的去年9月28呢，开始啊成为这个呢太阳能电动船。那这种太阳能电动船呢，全世界只有8艘。那只有8艘这种船只非常的环保，各位朋友们呢，我们很幸运竟然坐到其中一艘。那还有7艘在哪里呢？哎，这边一艘，那边好多艘，所以全部8艘都在我们高雄，都在我们爱河这地方呢。哎，所以呢，你看到我们这些船只呢，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骄傲哈，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来继续介绍呢，那我们呢现在搭乘的这条船呢，这个白天充电4点开始营业，那么顶头上方18片的太阳能板
这边来做充电，所以让我们船只非常的享受舒适啊，这个一滴油都不用加。那我们呢现在所游的这条河流呢，我们称它为爱河。爱河呢全长只有12公里半，那请问在座来宾，爱河是海水还是淡水？海水。淡水。大帅哥，为什么是海水？你是哪里人？台南的。不错。为什么是淡水？这样子哦，这条河流只有12公里半，它没有经过山上。哎，爱河是海水，没有错的，爱河是海水。因为呢，这条叫赶桥社川，全世界没有几条，这种河流呢很特别，它只有涨退潮会流动，平常是不动的。爱河的鱼呢，有什么鱼？沙丁鱼、乌鱼、豆仔鱼、石斑鱼、水母。河豚、海豚、爱河都有。海豚，没有错，爱河是有海豚的哦。爱河是海水的一条河流，这个曾经海豚出现过。那至于后来有没有出现呢？也没有发现到，所以不能纠正。但是有出现过海豚。那么沙丁鱼特别多哈，特别的多啊。在我们的船两侧呢，每一根柱子都代表着一个星座，这是我们的星座嘛？嘴两侧。各七根，多两根不是星座，天空上相爱的两颗星，称它为牛郎跟织女，他们非常的相爱，但是呢，因为一个拆散的爱呢，把它连起来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呢，右手边可以看到有比较矮的一层楼高的这建筑，这是我们的高雄的这个爱河污水集中站。开始起风了，各位朋友们呢，吹北风表示呢开始冷了。开始冷了，晚上开始冷了，各位朋友们呢，外套记得要带在身上了。那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污水集中站，它功能的过滤两边水沟水、垃圾水、污水、废水。因为爱河是海水，所以我们设立这污水集中站来过滤两边水沟水、脏水、污水、废水，不准排放的爱河。那因为风吹的关系呢，是河面上许多的这个叶子，就不要误会爱河是干净的。那我们先会在这个前方呢做个回转，各位朋友们呢，这个地方是起点，我们不要误会，我们航程没有结束，准备往高雄港的方向去。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块区域呢，各位朋友们，前方这座桥左侧有没有看到一层楼高的建筑啊？这个呢，桥左侧那一栋建筑物，它是我们的污水集中站下水道展示馆。那这个地方也是跟它这个集中站是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啊。那先做个回转，往高雄港的方向去。先做回转啊！就回转开始往高雄港的方向去的各位朋友们呢，我们的前方那一座桥是我们的中正桥，它一个小名叫海之眼，像人的眼睛一样，中间鼻梁，左右眼睛浮出水面看着大家，望着大海，非常的漂亮。那各位朋友们呢，我们这右手边的是盐城区，以前是晒盐巴的地方，叫赖南盐场。清朝时期呢更加的发扬光大，但是呢，日本人有没有看到有鱼在跳喽？旁边都有鱼在跳哈，随时盯着水下了，这鱼很多的，小心不要被鱼撞到。后方的朋友们，如果有鱼跳上来，我们船上要马上告诉我一下，然后后面常常跳上鱼出来。我们的右手边这栋建筑物呢，上面有波浪形的，这是我们的高雄音乐馆，外形像个直立式钢琴，非常的漂亮。在我们的右手边这栋建筑物。这是我们的高雄音乐馆，在右手边。
那下一座比较矮的建筑呢，就是我们日本时代当时的高雄市守太子，就是我们现在是历史博物馆。接下来看一下呢，在我们的前方这座桥下方这小船，就是我们的一代的爱之船。我们吃那些都吃柴油的，那我们现在这条船是吃电的，太阳能的，非常的享受，而且我们船只完全不同。那我们呢，现在介绍各位朋友们呢，现在经过这座桥，桥的下方有许多小鸟躲在这个桥谷底下哈，各位朋友们来寻找一下，找找看有没有看到的小鸟。小下方的欣赏一下，寻找一下，然后在小下方，这小船都是我们一代的爱之船。左边横向的这个建筑，就是我们日本时代当时的高雄州厅，它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地方法院哈。当时日本统治的时候，这边设立为州厅哈。在右手边的这个仁爱公园，以前的高雄地下街。那公园的大小300多个店家，进驻一个亚洲最大溜冰场。一场无名大火呢，把它烧掉，没有剩下公园一个。在我们的正右手边呢，高野吉乐冰这里搭乘，不要下错站，然后两站都可以下船，但是不要下错站，啊，不要下错站啊。在我们的右手边公园的正中央，那一个钻石大戒指。那朋友们，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记得一定要来寻找这一颗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戒指。许多的情人来到这个地方，手牵手穿过戒指，求婚都成功，带到对面地方法院做公证，公证结婚就成功，带到我们饭店请客吃饭，很环保啊，舒适，而且呢这样子啊，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一段婚礼，非常的棒啊！啊，这个呢，那看右右手边好多的小船呢，这天鹅船，我们的脚踏车的这种踩法，这个叫天鹅船。那天鹅船啊，这种天鹅船，啊，欢迎各来宾，200块30分钟，各来宾可以来这来搭乘啊。旁边很多鱼哦，旁边都很多鱼啊，各位朋友们，你可以看一下，船两侧都是鱼啊，跟着哦，好多鱼在跳了，你看有看到了哈，这鱼很多了，小心的嘴巴不要打开了哈，不要打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这一艘船，那个呢，我们这一尊雕像的龙头医生叫它为鳌，鳌啊代表着高雄进步发展，对不对？我们常说的鱼咬龙，哇，鱼更多了，各位朋友们，右手边都是鱼的。前面都是鱼，有没有看到正前方？哦，都是鱼，好多了。那么左手边应该也有。那么尽量蹲下来哈，尽量蹲下来，安全低啊，或者低一点，因为航行规定不能站立，所以我们低一点。嗯，左手边是比较，右手边比较多，是真的。来，要妹妹来这给你坐，这给你坐，快点看前面有位置，两个人的位置，来请坐，赶快看，右手边都是鱼，哎，还有位置，赶快过去坐。有没有看到鱼？好多啊！妹妹，你要看，过去看吗？可以啊，那旁边蹲下来就好了。啊，记得嘴巴不要打开哈，嘴巴不要打开，鱼很多，鱼很多的啊，水下。这边没有。哎，这有啦，只是它追不过来，那边比较多。哎，那么11点钟方向，远处有一栋非常高的建筑，就是高雄地标，我们称它为八五大楼。八五大楼高度378，目前台湾第二高的一栋建筑物。请问在座来宾小朋友们，请问八五大楼有几层楼？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讲。举手。不要。哪里？没有举手。啊，他举手了，多少层楼？85啊！恭喜您答对了，好困难的，竟然有人回答到。
终于答对了，我们先报大楼，有鱼在旁边跳啊，我们左手边有鱼在跳啊，都有鱼啊。那我们的报大楼85真的是没有错的，那恭喜这位妹妹得到我们的奖品，什么奖品呢？帅妹，什么奖品？她会告诉你，我们看前方小鸟，前方有小鸟，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小鸟啊？两边都有。鳥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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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好多只鸟哈，这鸟叫做夜鹭。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哎，这种鸟呢，就夜鹭，夜行性的动物呢哈，这鸟特别的多，两边都有。还有白鹭鸶哦，这边有一只白鹭鸶，啊，这边都是哈，两边都有小鸟哇，那么多。上去上去。它的架子上面有没有？这里没有。哎，有没有看到这个夜鹭？哦，夜鹭都不会动，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它有举手吗？不是，它翅膀这样。哦，翅膀都这样子啊。很会抓，刚刚那些会跳的那种鱼，就是它喜欢吃。啊，主食。那这种夜鹭呢？为什么都不动，好像假的一样？为什么？因为听说它怕鬼。你们知道吗？因为它的名字叫夜鹭，夜鹭如果走多了。会碰到鬼啊那我们的前方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连续剧《海派甜心》的拍摄场景。右手边两个风帆的地方，尼亚达右手边这里就拍摄，痞子英雄右手边这边就拍摄，都在我们右手边啊。这个地方叫真爱码头。奇迹是在这边。白鹭鸶左后方。奇迹的话呢，这边坐船，但是那艘船是最后一班的。来上船最后一班的哈，快乐的最后一班船，今天的最后一班。那明天要坐的话呢，这边没有发船，要到我们的这个呢西子湾，要往西子湾的方向那边坐船。那这边坐船的话呢，不用买票哦，只有六日才有这种福利哈，不用买票。我们呢准备零钱40块一个，要投币了。投币的，这是高雄港，这真的有风浪啊，所以小心不要被鱼撞到啊！这鱼很多哦，啊，小心啊，不要掉入水面啊！这地方高雄港的水深10米以上，这以前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地方为了成为一个军港大港，所以呢，在挖掘底挖到10米以上一个深度，好刺激哦！这才叫做海，对不对？里面都没有浪，这边有浪了哦。那么真的大大小小船只最漂亮就是那一艘两栋大楼像蜡烛一样下方那一艘白色游艇，有没有注意到正右手边？那艘叫什么船啊？安布罗斯号私人游艇。好贵哦，那艘多少钱啊？多少？吓死人了！几亿？几个亿？1000个亿啊！哇，吓死人！2亿啊，台币啊！哇，这已经很贵了。哇，2亿台币啊！告诉各位，它是1亿5000万美金呢、啊。转回去了。美金，美金。高雄港在哪里？高雄港，这个就是高雄港，这是部分港口，部分港口了哈。1亿5000万，它是40多亿台币，那艘船只。那么回到爱河，然后叫爱河，各位朋友们，这座桥呢，它晚上会开灯哦，各位朋友们，刚刚它有试灯啊，所以各位没有看到没关系的。明后天呢会看得更漂亮，那它做好的时候呢，整个灯电灯发亮起来，哇，好漂亮，这样子这个星光隧道一样，会像星光隧道一样。那各位朋友们，看到我们左手边桥墩下方有一只鸟，有没有？这边一只鸟，夜鹭，夜鹭好肥哦，这吃的好饱。还有呢，这边一只鸟，柱子上方一只，夜鹭，有没有？那这夜鹭一只，好漂亮，毛色的很漂亮，因为爱河的鱼很新鲜，很干净，很干净，没错。夜鹭今天算少了，平常平常70-80只啊，不早都会自己跑出来，今天还要早。没有，因为还没有涨潮，雨还没有完全进来。雨进来的时候不像现在刚刚那样雨那么少，是多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看一根柱子，柱子上方有一只鸟哦，这边一只夜鹭。我唔知。有没有看到？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有看到了哈。夜鹭。
白天鸟躲在树上睡觉，躲在我们的桥下的缝睡觉。前方梯子下方还有一只，梯子下方还有一只。一年四季都有，夏天更多。那是白鹭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电话。对，谢谢你，谢谢你。不好意思。那我们看到小鸟在上面，因为我怕小鸟会怕啦，它会怕鬼。有没有注意到？还有前方正前方的各位朋友，看灯光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一点的黑色的？这个地方有小鸟，有没有看到一点一点的这个燕子？知道没？知道没？燕子，台湾泥燕，泥燕啊，台湾泥燕。啊，两边都有小鸟，你看那边还有小鸟，哇，好多，你看看，哦，这边也有。这种鸟的夜路哦，那我们回到爱河里面来，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呢，这个爱河的全长只有12公里，不要刚讲过都是什么水？海水，海水，哇，你们都记得了哈。那各位朋友们，前方有一尊雕像，龙头鱼身，这是2001年的元宵节的龙，它生肖属蛇，龙头鱼身叫做鳌，鳌代表着高雄进步发展蜕变。我们常说的是鱼跃龙门，跳出水面，化身成为龙，经过鳌的演变。进步蜕变的比喻代表着高雄进步发展蜕变。从那各位朋友们呢，可以看到我们正前方那尊雕像，龙头鱼身叫做这个呢，前方那座桥呢是我们的海之眼的中正桥。那么即将到站的最后来告诉各位呢，我们呢到底停靠的是有两站，有两站呢不要下错站了，不要下错站。那么呢最后来告诉各位，为什么呢？爱河不是河，又称为爱河。爱河以前叫打狗川呢，又更名为高雄川。称为爱河是因为呢有一位商人。姓陈，陈江帆先生。陈江帆先生呢，在我们前方的桥附近办了一个船所，叫爱河游船所，生意真的很好。但是隔年呢，遇到台风，台风呢非常的强烈，把他招牌呢就吹不见了，留了两个字，爱河。那隔没几天，一对情侣来到我们左手边，刚刚看到这个钻石戒指这个地方附近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非常的相爱，又加了不住，因此呢选择来这个地方做什么？研究爱河是海水淡水啊！当时没有人告诉他是海水，妹妹，爱河是海水淡水，海水，所以你不用研究。当时他们呢就是不晓得，所以跳下去研究，证明爱河真的很咸，他们太相爱了，就跳下去。小朋友听得懂吗？那因为这样子就跳下去研究，证明爱河是咸的，花了3天3夜，厉害吧？伟大了哈！后来被发现浮在水面上，还有更厉害的，现在还没有上来哦。所以你们不要写，当时没有爱之船，太阳能船告诉他是海水，所以呢，他们跳下去研究。小朋友们不要学。那我们的即将到站，我们有两站呢，因为呢记者来采访，看到附近招牌两个字“爱河”，误认为就是河的名字，写了这篇报道“爱河研究海水镜”，这是错误的报道，他们去挤哈。就这样子错误的一个报道，导致了爱河名字由来。那么即将到站的各位朋友们呢，风势非常的强劲。待会呢，我们下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两件事情呢，媲美我们的爱情故事。什么事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呢，希望大家脚踏两条船下船，这是爱河，风又特别的大，船会摇晃，各来宾踩稳脚步走下一步，安全第一。第二件事情呢，希望各来宾呢，不管认识不认识，我们市长在右手边市长的脸啊，红色头发。那么即将到站的第二件事，希望各来宾呢，不管认识不认识，夫妻兄弟姐妹情侣朋友，希望大家都要手牵手。都手牵手下船，因为是爱河不能分手，手牵手到船头，相爱都会到永久。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感谢搭乘，谢谢，祝你们晚安，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下一站跟爱共振，谢谢。Thank you.
面正正转，中间右右转，550公尺也是一个。好，我们国宾站到，下一站是左前方的仁爱站啊，小心头不要撞到电视萤幕了，谢谢，感谢光临，谢谢，再会，拜拜。终于找布线，谢谢光临，请今天找布线。Thank you.